那现前的话，一，它不是分别心，而且无错乱，它完全现前的话完全不会错乱的。对，明了是一样的，它是形式。你看，它不是分别，第二个不错乱，心事的话，这个叫做一个现前。你看三个条件具足，对不对？你看一个心反是一个心，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你们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戴了一个颜色的眼镜，墨镜嘛，所以戴了一个眼镜戴上去，看到，所以白纸啊、雪山、纯白的雪山的看颜色，那种说它这个金块什么样的颜色？咖啡色什么什么？哎，你显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咖啡色啊，还有绿色的等等其他的颜色变化了。你当下的显现出来的纯白的、洁白的这种雪山的颜色，如所你显现的那样存在吗？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于雪山上面，存在于我们的眼识，完全确实知道这个比喻而已啊。比如说，我们就戴了一个墨镜，墨镜嘛。戴上去，马上就让我们的眼视是错了。对，那当下的你的眼视显现出一个咖啡色的雪山的颜色，显现出来的那一刻，你的眼视是错乱，这个叫做一个错乱。原因是什么？你当下的你的眼视如所显现的那样，实际上雪山的颜色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叫做你的眼视是错乱啊。这个叫做一个错乱式嘛。那现前的话，完全远离这种的错乱，现前不可能有这样的错乱。所以呢，现前的定义当中就是一个条件是不错乱，没有这种错乱。那你看，我们就是真的错，在论点当中也提到了很多错的，我们错我们的事的原因很多种，坐船。对不对？还有看到对镜的错因，错的原因存在于对镜上面，错的原因存在于处所上面，它的错因存在于我们的心事上面，有不同的很多种。那你看，我们错因在对镜上面的话，什么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点香。一根香点香，那就往上就这样的转，很快的转。你一直看，一直看，哎，变成一个活泉，对不对？这样的用力转的时候，你只是看到显现出一个活泉嘛？啊，实际上这个活泉嘛，不是啊，只是一根香嘛。所以那个对镜上面错的原因在于对镜上面。所以让你的眼视就错乱的。那错因处所上面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搭高铁往南部，对不对？那高铁速度很快，往前冲的时候，你的旁边的路边的电线杆、树木都是往后走的感觉显现出来。当下的你让你的眼视错乱，错因在哪里？处所这个高铁，你坐过高铁才让你的眼视错了，所以错因在处所上面，对不对？你看，那我们错因在心事上面是什么？所以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习惯了很多负面的，对不对？对，实际上不存在，我们认为是存在，实际上不是是，我们认为是是。实际上不是非，我们是认为是非。这种的长念的产生长念或者是妄念的种子跟习气太多了，对不对？由于这种的习气跟种子，所以让我们的眼根识、六根识就错乱了。所以那个就是错因在我们的内心。所以那种的很多种了，反正就是错乱的意思说。任何的心事，它显现出来的那样，实际上
不存在的话，这个叫做一个错乱式。那下面应该有错乱式跟颠倒式的严重性和它们的差别，那我们阶段就是跟大家讲，对不对？那错乱式、颠倒式这两个的话，还是颠倒式比错乱式还有来的严重，更严重的。颠倒的话完全相反的，错乱式的话，虽然它显现出来的那这个对境上错乱，但是不见得是它是完全是颠倒。对，比如说我们坐刚才我们讲的坐高铁的时候，那我们路边的电线杆还有这种的树木往后走的这样的显现，往后走的这样的感觉显现出来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显现出来而已，还是没有颠倒的。如果你颠倒的话，你心里认为是完全是往后走，你承认，那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一个颠倒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啊，这是我显现而已啊，但是这个没有什么也往后走的，所以那个就只是显现而已，不是颠倒的，对不对？所以呢，现前的话完全远离这样的一个错乱。对，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讲的话，这种的错乱的一现象，所以真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太大了，确实这样的不好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一般人熟人的话，大部分人你心里产生的这种的认识，各式各样各做各样的这样的一个错乱的事的时候，那很多人不知道啊，把它当做一个真实，对不对？你看，哎，这是我亲眼目睹，哎，这是我亲耳所闻。那你把它当做一个真实的话，那我们就是通常讲的杯弓蛇影，就类似这种故事一样的，对不对？就像是一个虚化不实的一个以心现化，虚化不实的一个以下来让自己吓坏的，对不对？杯弓蛇影就是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嘛。本来就是不是蛇，弓的影子，所以那个网里面你看到弓的影子的时候，你认为就合下去，哎，我刚才合到了一条蛇，怕死了嘛？那个都是我们自己心里把它当做一个真实的。这个修行的路程来讲的话，路上来讲的话，确实先我们了解心，比如说所有的心事的部分，一定要分的要清清楚楚。你了解了以后，那休息的六成应该是途径嘛，这个途径上，所以你一定会顺利完成的，很好的，所以帮助对自己来讲有极大的帮助了。不知道的话，就像是我们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一般人就是在内心产生了一个错乱事，但是你自己不以为不认为是错乱，这是我错的，你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对啊。那这种的错乱，在我们相续拥有的这么种种的错乱式跟颠倒式，所以就是破坏或者是伤害危害我们的生活，确实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受这种错乱跟颠倒式的不好的影响太大了。你看，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昨天做了噩梦嘛，入睡眠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噩梦。噩梦的当下，你所以做噩梦的，所以让自己产生恐惧啊、恐慌，所以半夜醒过来之后就松了一口气啊，这个是不是真的？你看，马上就知道，醒过来之后，这个把它当做一个虚伪的、这个假的做梦，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日常生活醒过来之后，我们白天去上班，看到什么，那个当下也做梦，梦是显现出来一样的，还是类似这样一般的，如这种一般的虚幻不实的这样的情况，很多显现出来，但是你不以为然。你不认为是这个是虚化不实，你把它当作一个真实，
对，那所以受教育之后，你慢慢的去体会到，慢慢的去理解了，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理解了，确实不理解了。尤其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实有的、实质的，还有自性有的、地势有的，这种的现象，一般人完全感觉不到了，对不对？那它的严重性多大，更不用说了，对不对？我们就是斩断轮回的根本，我执必须要依止空在见，没有空在见，没办法斩断，是缘起的当中的这个第一开头的无明动静，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不只是这样而已，还是我们今生的所有一切的过坏，都是依靠他来的，对不对？那种种这种的困难都是依靠他来，他而来的，他是一个所有一切痛苦的根源，对不对？所有轮回的过坏的根源者、源头，那有一天我们就是把它就是一个斩草除根。那这样的话，必须要依止空在见嘛。那你要了解通达空在见的话，一定要通达无自性、无地识、无实质。那它的相反，自性有、地识有、实质有，它的意思不知道的话，那就没办法证悟空性的。对，确实这个是我们。刚才我们所讲的深入浅出的这种的这么多的一个乱象，还有我们就是不正常的一个错乱跟颠倒心事显现出来的这么虚幻不实的，虽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在内心错乱颠倒是作捏造出来的这种的虚幻不实的现象，我们自己没办法去解决的。对，所以呢，一开始就他。教育当中这么严格，这么是这么的，所以有条不紊的，完全是有条不紊，有条有理呀、啊，对不对？完全是就可以具体可行的，这样能不断的、慢慢的去学习思维的话，那就我们了解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那这样的非常的好，OK。现前，那第二个不是分别，第三个不错啊，二个不错乱，第三个明了，明了就是性事的部分嘛。那你看，我们就是第二个，无错乱，错乱的话，我刚才讲的，错乱是产生错乱的因很多，所以我们容易产生错乱的，对，颠倒。本来就是有很多种，但是颠倒跟错乱这两个之间比较起来的话，那颠倒是比较严重的，错乱还是相对他来讲的话还好一点，但是这两个都是不正常的，我们是不正确的，通常我们讲的不正确的心嘛，所以这个意思。OK，现切的定义，那再来一分别切。以离分别切心的，你看，他如果限量加了一个限量的话，这个基础上面加了一个新的，限量不一定是新的啊，对不对？先我讲它的限量的意思说，它只是不是分别，不错乱，这样的心事的话叫做一个限量，这个是在觉知什么什么无差别的，两个都有了，那这个基础上面，哎，现前。还是有加了一个新的时候，哎，变成一个限量。对，第一个就是说，以离分别不是分别，而且是它清清楚楚，看一开始通达对境新的，不受欺诳，对，不受欺诳的明了，就是限量的定义。那量的定义当中，它加了什么？加了以离分别，
对，一开始量的定义当中没有加了一粒分别，原因是什么？量有分别，量有现前，两个都有，所以不可以加了。量的定义当中一粒分别嘛，那这两个分开的时候，限量的定义当中，所以出现了一个一粒分别，原因是什么？限量的话完全不是分别，分别的话完全不是限量，这两个格格不入，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分开讲，所以呢，第一个限切的意思，再来限切限量的定义是说，对，第一个还是一粒分别新的，不受气况的明了，就是限量的定义。一粒分别，这个是它不是限量的话，现前的基础上，还是有它刚开始新的开始了解对接，就是新的不受气款的明了，就是限量的定义，这个叫做限量的定义。那限量若以加以区分的话，那限量我们就分类的话，对，有四。你看限量，我们个人来讲的话，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当中，限量的区域是什么样子的？限量存在于哪一个地方？所以他讲说有四个不同的限量。那第一个，自身限量，对。第二，根限量。第三，意限量。第四，余切限量，对。那自身限量，我们上次讲就是说自身分的自身事，有所自身分，有所自身事嘛，这上次讲过嘛。那这种的自身事，它也有量的部分。如果自身事有量的话，一定是限量。对，原因是什么？自身事没有分别，自身事当中没有分别的自身事，所谓的所有的自身事的话，它一定是无分别的。所以呢，自身事如果它是真正的同打对进，一开始同打对进的一个自身事的话，这个叫做一个自身那个自身限量，自身限量。OK，那自身事的话很复杂的。你看，我们就是想象不到的，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他的仔细的去我们探讨的时候，哎，虽然有几部跟韦斯、中华秩序把他们承许了自证事嘛，那他们又是承许了自证限量。哎，这个不是也没有什么原因，他们有讲他们的道理，对不对？承许自证事的一个道理，确实这样。比如说，我们这样的看。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看到对境色六触嘛，色声香味触法，看到各个对境的时候，你看它完全是当下的，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所看到的六触的时候，第二刹那隔了几天还是。就回想起来，回想起来，我昨天、前天、隔天，我前一天、前个月，上个月，我看到什么什么，我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颜色，我听到了什么，还是有这样的回想起来。那隔了那么久，还是有这样的存在，这样的回想的一个能力存在。如果你上次看到这个，哎，美丽的风景，你去过了。你一个月以后、一年以后还是回想起来的这个风景的时候，但是这个没有错，你当下你的眼视清清楚楚看到这个美景，哎，隔了一年之后还是有回想起来，这个有道理。但是你隔了一年之后还是会想起说，哎，我去那里的时候，我眼睛看到那个，那为什么还是有你眼睛想起来？想起你的眼识来，对不对？
他说，你去到了这个美丽风景的地方，观赏的时候，眼视清楚看到这个风景，确实，它又存放了很多的喜气跟种子。当下你的眼视也有看到自己的一个心事，这个叫做这件事啊。他说这样的，对不对？自证嘛，自证就是自己自找自己。那虽然是也是一个提醒，它有两面的感觉，一面是看到外面的东西，一面是只是看到自己，所以只是看到这个成分就是叫做自证事嘛。如果你只但是你没有领受到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话，隔一年之后，你只是想起这个风景而已，你不会想起说我眼睛看到这个。你为什么还是会想起你的眼睛来呢？哎，这个关那个跟自证是有关的，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们仔细的观察的非常的详细的，啊，这是他们就是称许这件事的原因，也是一部分在这个点上，对他们就是不称许这件事的话，你所作所为当下的。隔了几天之后，你还是不能回想起来，原因是什么？没有这件事啊。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看，也是也有两面，就类似我们在观念当中，我们浮现上来就是一个现象，是什么？也是虽然不是物体，无形的，我们想起来，哎，也是有一体两面。一面是他有能看到外色的能力，一面是只看到自己的能力，两个两面，所以一面只领受自己的，只看到自己的成分，叫做一个自证事。凡是心事都有这种的领受自己的自证事，叫做自证事嘛，对不对？那在这里讲说限量。有四个不同的自证限量、根限量、意限量、余钱限量。你看余钱限量的话，余钱是这个里面余钱是圣者的意思。那圣者一上，身为独觉菩萨圣者，见到一上的对修行者，他相续具有的，对不对？通达。维系的无常，通达无我的智慧，维系无常的智慧跟通达无我的智慧，这个都是叫做余钱限量，限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看，自证限量的话，另外一个根限量跟意限量，那我们前面我们所讲的根限量跟意限量的话。这两个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根识跟意识是不一样的。根识都是依靠五根任何一种而产生的心识嘛，比如说眼、耳、鼻、舌、身五根识，这个叫做简单来讲根识。意识的话，只是依靠一根而产生的心识，就是叫做意识嘛。那你看。根限量、意限量不同的两种，那这样的话，根限量，你的根识都是限量吗？不一定，这个不要搞错哦。你的根识当中也有错乱识，也有颠倒识，还有限量，还有再觉知，还有都有了。如果四差异没有的，四差异的话，它一定是意识，这不要搞错了。根识跟意识的差别。他们的不共振善缘，这个是佛法的名相了。不共振善缘就是他们的根，对不对？主要的他们的根，所以前五根意识一根，所以六根嘛，六根当中前五根都是色法，那最后的一根的话，它完全是一个
姓氏。那有时候我就想跟他讲说，哎，为什么我们人生病的时候可以吃药物啊，一些的打针啊，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就是可以治疗的。心不正常，心里痛苦的时候，吃药也没用，对不对？还是没办法，任何的药物来就是治疗我们的意识的痛苦。为什么？身上的痛苦都是可以我们连有时候用衣服来消除身上的痛苦，有时候就是还是药物，任何的药物来治疗，所以消除我们身上的痛苦。心里的痛苦，利用药物、异物，还有任何的衣服跟食物，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没办法解决意识的痛苦嘛？原因是什么？所以五根是的基础根是色法，色法上出了问题的时候，其他的色法来可以解决的。心是一根的话，它是完全心事的部分，它我们就抓不住了，它就完全是一个，不是色法，它是心事无形的，那一个无形的一个完全无体型的无形的一个心事来讲的话，它变化错乱或者痛苦的时候，没办法色法的任何的东西来可以，所以治疗干扰没办法的。原因在这个上面，确实这样。那这样的话，刚才讲的根是的话，眼耳鼻舌身五根是任何一种叫做根是；意识的话，依靠一根而产生的心事都是根意识。那依靠五根任何一种的根而产生的心事叫做根是，所以根是跟意识是不一样的。那根是当中也有限量，意识当中也有限量，但并不代表说根是都是限量，意识都是限量，不是这个意思，了解吗？不要搞错了。你看我们平时讲的五道十谛，还有安止跟圣光、禅定、禅修什么禅定，对不对？四无量心。慈悲心、大悲心、菩提心等等，都是意识，完全不是根识，这都是全部都是意识。你看，所有的我们所修的道次第都是属于是意识，不是根识。根识当中没有这种道次第，什么什么慈悲心，没有的，了解吗？OK，那我们就是限量跟意限量跟。跟限量的差别，我刚才讲的。那你看，我们一想起来说，哎，根是虽然有，对，限量有根是的限量、意识的限量，还有自证是的限量、缘起限量，有四个不同的很多种。那虽然是缘起限量的话，一定是意限量，这没有问题。但是它我们就用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解释说分开，缘起限量有一个特殊的嘛。比如说，他修行不只是修行而已，他正量很高的，达到了一个甚至的境界以上的一个限量，所以不同的。而且不只是他就是只是限量而已，他还是通达比较维系的，反复不能现前的、现证的这种的对境了解的心，所以呢，他特别提出来于前限量的原因在这上面，其中。为超相内，你看，为超相内的意思说，这真是本来就是为超相内，他就是往内看，这个内是只是看到自己，他不会看到外面的，所以超相内，而且已成为能取的这一部分的以离分别，能取的能取就是心事。还有另外一个名称了，能取、索取、能取嘛？能取的心是另外一个名称，一个部分，以理分别，它就完全原理分别，心的，它就是一开始通达，
不受期款的明了，其他都是一样的，就是自在限量的定义。一于跟限量自己不共沾上缘，那再来跟限量的定义，对不对？那我们就跟限量是怎么来的，怎么依靠什么而来的，跟限量是怎么产生的。他讲说一语他依靠、哦、自己不共沾上缘，自己不共沾上缘的意思是说自己不共的因，沾上缘就是你们应该是不太理解，但是没有问题，他不共的主要的因，他自己的因，他依靠这种的因，这个因是什么？聚色根。他说你看他是色法完全具足很多的微尘的聚合体的这个色，这样的根、哦、之后所产生的以离分别，对，之后所产生，那个之后有点怪怪的，但是不需要讲之后了，前后什么什么，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更现代的定义嘛。它一不够正上缘聚色根，聚应该不用了，色根就可以了，对，不共沾上缘色根，对，而产生一离分别心的不受期款的明了，就是跟限量的定义，对，跟限量的它主要的因素是跟是哦、色根而产生的。你看意识跟是这两个的之间的差别，你知道就理解了，虽然它的定义当中讲话的方式有点奇奇怪怪的，这个是应该是语法的惯性的。比如说一按照那个藏文里面直接放在中文的时候，有些地方真的我们中文的语法很怪，了解吗？所以那个不得不了，他们就是依照所以那个藏文的依靠那个藏文的论点，所以只是放在中文嘛，所以有些地方真的不大适合，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就可以了。我刚才前面讲的，比如说跟限量是什么，他依靠自己不共的沾上缘是主要的因，他不共的因，自己的因是什么？色根，色根而产生。那一离分别，他也是不是分别，对，心的一开始同达对境，明了心事，那这样的话叫做一个跟限量，对，可以。但一限量的话，你看换就好了。一于不共，自己不共正善缘，就是自己不共主要的因，一根而产生一离分别，不是分别，心的不受其款的迷了。那这种的两个，所以这样的换就可以了。这个是一限量的定义嘛？那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你们容易理解。你看啊，我们限量的定义当中，因于自己不共沾上缘，所以色根而产生，这个色根不共沾上缘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举例来讲，眼色根而视，这两个看一下，你的眼色根而视这两个不共沾上缘，原因是什么？这两个是沾上缘，是不共的，没有共同的。眼识产生的时候完全依于依靠自己的眼根，它不会依靠耳根而产生的，产生了耳识的时候，它不共的根色根是耳根，不是眼根，所以五根识各有各的前求，一模一样，各有各不同的一个聚色根嘛，所以呢不共沾上缘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子不会乱的，对，眼识限量的话，它不共沾上缘，眼根而生的；耳识限量的话，它不共沾上缘，耳根而产生的；鼻识限量的话，它不共沾上缘，鼻根而产生的。那这样的话，他们的不共沾上缘都是各有各的，完全不是没有相符者。那这样的话，自己不共沾上缘，他们很善巧，很擅长。所以讲了几句话就懂了，哎，他们各式都有，每一个都有自己不共沾上的、主要的因色根嘛，就是这样子。
产生的离分别心的不受其管的明了，就是跟限量的定义，一与一限量，自己不共增上缘，一根产生而产生，以离分别心的不受其管的明了，就是一限量的定义。那余切限量，啊，那种有点复杂。余切限量，你看自己不共增上缘，只观双欲三摩地而产生，是不一样的。对，当然是我刚才讲的，余切限量的话，它是一个圣者的一个限量嘛。圣者的限量当然是他不共增上缘，只观双欲而产生的，啊，他同道的部分也是维系的，一般人没办法圣证的那种的境界嘛。那个就可以，我们下次接着这样的解释。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讲到这里。OK，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堪布泽朗扎西。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四大教派的一些上师一起团结一致的，就是开始有做那个网络电视台，请你们多多就是扶持我们，谢谢。